同材质，下面这种雪纺衬衫以及白色半身裙就很浪漫，而且雪纺衬衫以绿色为主，这种绿色系的衬衫会显得更加清新，和白色半身裙结合也恰到好处，更能够塑造出少女感。而包臀半身裙结合宽松飘逸的裙摆，既能够修饰腰臀比，同时又可以包容我们的腿部肌肤，看上去很自然大方。如果是约会，就可以借鉴这种造型。衬衫搭配阔腿裤，衬衫和阔腿裤的搭配会显得很有正式感，职业范十足。像杨紫这一身造型，虽然看着比较简单，可却能够提升她的时尚度。衬衫塞进了阔腿裤的腰间，也分分钟体现了大长腿，这样的完美身材让人特别喜欢。白色系的穿搭相对来说容易显胖，如果你想要显瘦显高，在穿衣服的时候可以优先去借鉴一身黑的造型，比如黑色衬衫搭配黑色阔腿裤，就会比这种一身白更显瘦哦。杨紫如今的衣品越来越好，从上面这些穿搭中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她在搭配方面一直都挺有自己的见解的。虽然很多都是基础单品，但也被穿出了时尚感，不知道姐妹们喜欢吗？声明：文字原创，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我们删除，谢谢。